块有点欺负人了，所以我决定我退出，我不上了。哦，那我说我也退出了，就剩烧饼一人了。你也退出，总得留一个嘛，总得留一个。师傅，我不退出。哎，这好孩子，咱们俩都退出。你是个有良心的。那接下来就是一饼斗三小了。对，什么玩意儿？来，好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分别有不同的才艺展示，多有意思！烧饼靠着一张椅子表演一个叫身残志坚的舞蹈啊，姑娘跳的拉丁舞啊，那小孩的赵四啊，这是赵四之春啊，赵四挺好，这么几个什么名字？小节目彰显个人的风采。那么这会儿呢，也到了评委亮分的时候了啊，请三位老师亮台。好，恭喜烧饼。在本轮中侥幸获胜，来拿旗子来给烧饼插上。但是三个小朋友也要鼓励你们，表现得非常的好啊！这旗子咱有的是，回来走上一人扛沙子啊！恭喜您，接下来参赛的是谁？下一位可是。